邀请庄一竹五墨报会理事长。尊敬的孙老师，老师好，还有陈炳宏主任，还有所有在座的我的前辈道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华五墨艺术发展学会的理事长庄一竹。那我现在就是简单的介绍我的话，就是转角遇到富贵，刚好这个人转角。好，那我这一幅画呢，我要讲的就是我用一个女性的观点，所以我有加入一些比较女性的元素，譬如说蕾丝啊，好，然后画。那其实我这个是一个系列，那因为我们一个人展出一幅嘛，所以我就只有拿一幅。那我是这个其实是在这个系列叫色线，就是色是颜色的色，然后线是线条的线，就是我表现的就是一点点的颜色，然后加很多的线条这样。那我请各位道友，我的先进们再帮我指导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健康富贵。